过来了，然后被我关很漂亮，像更惨了。但是呢，感觉伤害来了，我对啊，没有错，我已经预判到他二技能想普攻我一下，但二技能走，直接被我一技拉，再一个关，下课。谁啊？飞雷，吕布，飞雷，艾里，艾里，你先打飞雷吧。然后呢，那个艾里去打那个射手，感觉应该是这样了。如果艾里真的来跟我对线的话，他爆了。然后那个飞雷那边也要爆了。前期我们不要跟他打，因为前期跟他打的话会让他炼金，完全不要给他炼金，他让他拖越久越好。这样出魔方鞋吧，飞雷啊 ，CC 啊，然后那个艾里 CC， 然后突然伤害，拉回一下，拉回一下，就炸烂你，炸烂你，哈哈，真的炸烂你，全死哎、欸。大杀，重杀，多少条？一个。那还是还有一个人头，加油！不要！我吃到经验了，兄弟，我过那么甘苦，还有个塔关起来弄到残血。完了，我没了，我没了，被吃完，经济最穷，比辅助还穷。哇，我兵线一直被吃。哦，还没有人协防。靠腰，还被人家炼金，我要崩掉啊！我们现在还打不赢他啊，尽量不要给他赚钱。我们夜宵打艾里就这样，刷完冰跑线，刷完冰跑线，然后这边等一下，等那个艾里过来。艾里过来，我去。哦，拆不了塔，我以为也就会拆塔嘞。来，去中路没用，但是还是要给一下压力，好不好？虽然我现在没关了，对面不会怕我，但是还是要走过来。然后看一下吕布视野，然后他可能跳下来，躲远一点。吕布过来了哦，跟他讲说，吕布很危险哦，吕布在这边哦。然后就这样给视野就好了，我也不能过去啊，我现在有点飞啊，牛！救命啊，三位朋友，我还要给电哇！过来，然后被我关，漂亮，再跟，而且呢，保住伤害，来了，我，对啊，没有错，我已经预判到他二技能想普攻我一下，但二技能走，直接被我一技拉，再一个关，下课，我做调皮试试看，好，这一波就是让艾里最大的败笔，好不好？这一波会让他后面的数值会，一叉现在伤害量不足以秒杀一只啊。可以单杀一只，但是他们如果队友支援的话，我会怕，所以，有队友是最好的。右边准备滚，滚飞雷，飞到这草丛，飞到这草丛。快点跳！好的，把他换。赶紧动我射手。哦，新兵呢？开中哦。不来啦，扛了啦，哦。疯卡了，在那边闹，还在给我守哦！怎么碎念型主播？跟你们讲观念，我也可以很安静的打游戏，你们知道吗？单杀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辅助那么嚣张啊？猪 battle， 不急去轻中路喽。来出个魔方，他们图伦后期会有点痛。然后那图伦看到我七下兵会想弄，然后呢，谢谢。我有个二技能不会死吧 ？Nope。
想弄我，怎么又像阿亮碎念啊？真是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哎！反正我不说了，好不好？这些判断都不说了，我们就安安静静的打我们的操作，然后呢，全部的观念就在我脑中，我们就不讲出来。图伦 carry， 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我这游戏这样结束的吗？13秒，瑞克全攻，瑞克可以陪我守住这个塔吗？好像守不住，好像要输了。活下来了，你角色技能太……我们前面优势怎么打的？什么角色技能差多了？哦，我们其实赢的，都是你们在闹啊，他们在搞我啊！管住！二技能，你看你没帮我挡大啊！如果你刚刚帮我挡大，你就帅，你知道吗？超出！我刚刚那波如果是挂到图人的话，我们绝对赢。但是艾里跟迪亚一起，没办法。挡不到，不挡掉。挡人嘛，兄弟，让我挡一下好不好？那位置。啊，这是个塔拉，你上他干嘛？我以为他过墙，他没过墙，他卡墙害我搓，你知道吗？等我吗？等我吗？来，都来，都来，好不好？都惊了，全部都来了，过来了，哇哇！我靠，关起来了，哎，我。来了，这边敢够都要死 ，OK 吧？就你来看，好，可以了。哦，我还以为这场输了，逆转胜，逆转胜。